雪感言，李锦鸿逢星期一至五为你释世情，论人生。直到日本近期同中韩关系跌至新低点之际呢，首相安倍晋三就突然前往参拜供奉二次大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当然马上掀起了系同邻国的连串的事端啦。我们看回安倍此举，当有他的政治的图谋。自从安倍三支箭成功发射，是带动日本整体经济的恢复，而令到整个日本的民气呢是上涨。当然安倍本身的人气呢也都是上涨。咁就凭住一种超强人气，是带动了安倍的政治的雄心。一方面要重振日本的声威，也都要加强翻军事的扩张。於是令到整个的东北亚整个的气氛为之紧张。譬如说同南韩同中国一些领土的纠纷呢，日本是显得更加强硬的。咁要分析这个国际形势，当然是有很多的枝节我们需要兼顾。但今日只想能够分享一下，日本的战后仍然是背负住一个很沉重的包袱。这个包袱就永远是放不低。这是跟日本整体的文化很有关系，不单是个别政治人物一些政治的取向，这个是一个文化问题。日本是属于一种叫做耻感文化，相当于是西方受基督教文化冲击下那种的罪感文化，有忏悔认罪的精神是自然不同。咁同中國人嗰種樂天知命嘅樂感文化呢，有好大嘅差別。此感文化令到日本人呢係好怕俾人睇唔起，有一種好強嘅自我羞恥感，所以你叫日本人認罪呢係非常之困難嘅。此感文化好特別，佢又會被社會無限膨脹同放大，甚至形成一種集體催眠。当得到啲共鸣之后呢，更加会转化为整个社会共同嘅信仰咁样。咁好似啲无形嘅教条喺潜移默化底下转化成集体嘅社会压力。对个人嚟讲，係佢哋好强调即係一种嘅自我嘅形象，好怕呢係俾人屈辱，係受到耻辱嘅感觉。而集体来讲，日本人亦都不会在外国人面前呢去承认任何的过犯，因为这些是羞耻，而呢是透过一种自我调节，希望是能够处理到这种的羞耻问题。所以归根结底是来到一个文化的问题，用文化问题去处理一些国际的争端事务呢，其实是很难找到出路的。所以就算中国强大咗啦，南韩强大咗，甚至佢哋嘅经济有超越日本之势，係唔会係令到日本人呢喺一种嘅威权经济嘅压底下呢会屈服喎。你反而係更加激发佢哋民族嗰种嘅自尊心，一种耻感文化，就係我哋不能够係俾人睇唔起，我哋不能够被中国同韩国过头，我哋一定要重振日本昔日的雄风，重振日本的经济，重振日本的军事。如果同这些思路看下去，就知道目前安倍晋三所采取的策略不单只是军国主义有伏笔的迹象，更加是将整个日本的耻感文化呢就去到一种社会的集体催眠，甚至形成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所以短期内是看不到有任何可以令他收敛的地方。而回到一个更加信仰层面，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日本被视为是基督教的硬土，就是说福音很难去传到日本。很大程度都是一种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就是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一碰到日本的耻感文化呢，两者之间呢，其实呢耻感文化呢是会
是更加呢是刺激是强大，而难以去接受西方基督教所套所谓的罪感文化。因此当我们去从一个信仰角度去解读日本当前一些社会政治的问题的时候呢，不妨我们再看回圣经，看回我们信仰究竟我们面对日本这个民族，我们除了从一个民族主义去批判或者等等的不满之外，可曾从这个信仰的角度，即是究竟日本这些这样的硬土，我怎样改变到在日本整个民族那种耻感文化的高涨，这样东西可能是一个更加是涉及到一个信仰文化层面，不妨借助是一些个别的新闻呢，让我们是能够深层次去认识，深层次去理解的。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